黑色轿车车头变形，引擎盖上还有弹孔痕迹，东西四散，就连鞋子也都掉在地上。警方更在现场一共找到7个弹头。警方拉起封锁线，这里是花莲吉安乡。22号深夜11点多发生一起追逐枪案。20岁的朱姓男子跟24岁温姓男子疑似之前有恩怨，带了3个人到对方家附近埋伏。一看到轿车现身，马上展开追逐。温姓男子不甘示弱，打电话闹人，找朋友帮忙。5个朋友随即开另一辆车到场。温姓男子持枪反追，就这样追了大约1公里，还朝朱姓男子连开好几枪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人都躺出来了，那个人就已经没有意识了，因为那颗子弹穿透他的头。附近居民听到枪声，赶紧出来查看。朱姓男子左脸颊被子弹击中，送医抢救，但还是在23号上午宣告不治。几个人？车上几个人？面对警方问话，支支吾吾，还说自己刚下班载人回家。他们就是温姓男子找来的朋友。案发后一度回到现场查看，快打警力展开围捕，白色轿车上5人全都落网。前案一杀人、枪炮、集中斗殴等罪嫌移送侦办，并且持续追缉主嫌及枪支下落。两派人马公称是2人有嫌隙，互看不顺眼，但就这样当街两车追逐还开枪。警方除了继续追查主嫌，也得深入调查引发枪战的原因。 TVBS 新闻高志宏、徐云婷花莲采访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